从一辈子的伤。 这是中美两国共同制定的计划，目的是空袭日本，美军轰炸机需要一个中转站，望海镇就是其中之一。是，これは国軍軍部が望海町守備隊に当たったためです。特派員、小心さん。 应该是日军截获了国民党的电文，在针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应对，但电文内容不完整。继续接听。是。国民から特派員が来ても何ができる？排长，这是北山新四军的一支游击队，住在这。 日军为什么没有攻占？望海镇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，日军由于兵力有限，所以就没有占。这次行动，陆军总部给我们的代号叫绞杀机。来来来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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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吧。 新53軍、我が軍に投降すれば、我が軍は直接300キロ前進できる。<笑>全く。国軍が懸命に作った防衛線はすぐに崩せる。うん、確かにだが。でもおかしいのは、丁勇者はなぜそうしたかだ。 この新53軍は趙の着手ではなく阻害されてきた。敵の手を借り
難を解決する重慶軍のやり方だ。ディン・ユー・シャン、戦う士が強かろうとそれが難になる。您是大友忠一啊？这个人叫大友，是日军在华的高级间谍，军统方面多次想除掉此人，但都被他逃脱了，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什么样子。这个人是胡克明，是军统的成员，化名刘远去接触大友，并且已经成功地打入到大友的身边，只可惜他的外围联络被敌情报机构破坏，才导致此人暴露被俘。你只有找到大友才能找到他，军部给你的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在敌人处决他之前将他活着带回来。刘远来了吗？我已经在这了，还需要他来吗？哎呀，我又没见过你，为什么相信你就是大友总理？丁军长只相信大友，但是没人确定您是你，除了刘远。哼。军统现在已经发现了丁军长的意图，所以丁军长希望能够尽快谈成此事。我只是个送情报的，真正要跟你谈的人是丁军长的儿子丁雅文。刘远是丁少爷的同学，丁少爷只相信他。如果你想和丁少爷谈的话，就把刘远带来，让他来证明你的身份。时间地点明天下午还在此地。日本人没有轻易让胡克明露面，不过情报很快就送过去。他们会上当吗？一个集团军诱惑太大了，信不信他们都会做出反应。哎呦喂，这情报递的太费周折了。像他这样的高级间谍，直接给他个情报他是不会相信的，只有事出蹊跷他才会信以为真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胡克明已经死了呢？以我的判断，胡克明不会死。大友君，軍統には何度も睨まれている。うん。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。これだけ帝国に貢献し、爺なんでは、君に何かあったらいけない。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胡克明的安全，至于大友来不来不重要，不来算他命大，来了我们就击毙他。记住了，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保证胡克明的安全，都听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本以为你已经没架子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勇气。你会放了我？那要看看你的同学给不给你机会，也要看看他跟我们的合作有没有成效。連れてけ。はい。
刘远兄，一别数年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相遇。来，快坐，我们好好聊聊啊。坐。你认识他吗？刘远兄啊，刘远兄啊，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把兄弟我忘记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我是你昔日同窗丁军长的大女婿啊，想想。王年领会了，是。为什么救我？别问了，到地方我会告诉你。你们什么人？熟悉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济南城中心，这里距离城门有三里地，城门现在鬼子肯定是重兵把守，我们是冲不出去的。我们就算被打成筛子，也得把你送出去。为什么？这是哪儿？这里是富人区，鬼子进城大多住在这儿。哦，这里有一家鬼子开的慰安所，叫樱花阁。猴子。告诉老火豹子，三条街外汇合，占领樱花阁。是。报告します。この付近の銃の通りをすべて包囲しました。実力のある相手だ。凡人ではない。特殊部隊に近い。すぐに封鎖し、捜査を始めろ。奴らはここで消えてもらう。はい。
老大，报告定了。老虎、麻雀、猴子，把所有人都集中在这儿。二人甲守后门。豹子，二楼。行动。四哥，四哥，四哥！ 我只清楚上面下令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出去。上面？谁二头？出来！请表明你们的身份。重要吗？你们休想活着出去。行，那咱们就接着打。但是我保证，他先死。 派一辆车送我们出城，别跟着，出了城自然会放开。我凭什么信任你们？你有的选吗？哎，你们身手真不赖，哪个部队的？ 小心！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内看不见车，每过一分钟杀一个。 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问他。队长，是我疏忽了。我说你第一次执行任务，我哪知道还有一个带枪的？我。
扛得住？可以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救我？どうするんだ。あ？明石さんは我々内閣視察団の団員の一人だ。もし G なんで何かあったら誰も責任は取れない。出せ。しかし。安心しろ。G なんの力出すつもりはない。你们不放了明石学校，你们这是什么之争？我对他没兴趣，出了城自然会放了。可你要记住了，我们有其他人质，千万别耍花样。走，上车。你走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关键？你知不知道他的情报工作对我们国军的损失有多大？你知不知道杀了他一个人？救了多少同胞的生命？
搞定。谢谢你们，帮我完成了任务。后面就该你替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了，一定给我撑住了，赶紧走。你干嘛呢？老大没让你打。哎呦，大哥，假的。老大，把他扶到那儿，你们几个警戒。怎么样？我不行了，你们快走吧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第三战区司令部直属特战队的，我是队长陈宇。特战队，难怪这么能打。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你必须给我活着回去，听懂了吗？你一直在说带我回去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重庆方面的一个计划，你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，我的任务就是把你活着带回去。重庆的任务？对，是陆军部和美军制定的一项计划。废话少说，我现在带你走，走，走。伤成这样，你应该清楚，我坚持不了多久。你们快走，撑着点儿。十万青年，十万兵，我投笔从戎，就是希望能漂漂亮亮地完成一个大任务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可我却不行了。怎么了？如果你有时间，帮我去浙北的望海镇小青山，帮我找一个叫刘念美的人，把这个扳指交给他，就说我没命娶她的女儿，她的女儿叫刘青青，让她另寻佳婿。从小家里给定的娃娃亲，可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，也不知道她长得漂不漂亮。我现在不行了。你行的，兄弟，你还没娶媳妇呢，你行的啊！最后的心事，却是他。陈队长。我一定替你转达，告诉他，我为国捐躯，不后悔。出生入死多少回了啊？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？这次就让你带一个人回来，你能失手？你让我怎么说你？你让顾长官怎么向重庆交代？
参谋长，这次是我失职，我请求处分。看来这一回，我得亲自向重庆方面交代了。委员长都极为重视陆军部的这个计划。吴克明死前给你交代了什么没有？尤其是任务方面的。他说，望海镇小青山刘念北的女儿是他指腹为婚的妻子。还说什么了？他没有见过小青山上任何一个人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等候上峰的处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参谋长，既然小青山上任何一个人他都没见过，我能不能顶替胡克明去小青山替他完成这次的任务，就当将功补过，还请参谋长批准。接顾长官。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为难你了，这次责任都在我，没让你一个人扛吧。啊，他是不是串小鸡要把你调走？乌鸦嘴！行了，都别吵了，听队长说。穿山甲，你这么盼着我被调走呢？啊，不是，群龙无首了。无首了，你可以替我带领大家呀。我不合适吧？吃饭了吗？我不饿。一会儿就饿了。都有。老五到，带着大家越野5公里，马上。啊？越野10公里。啊？越野15公里，马上。是，都有，向左转，跑步蹲。说这，非要跑几十公里回来准备。你管人这？你家里准备饭，你知道啊？陈宇啊，这次毕竟是深入敌后。你的主要任务是到了望海镇，要以胡克明的身份上小青山，尽快的取得刘念北对你的信任，能够让山上的力量为我所用。刘念北这个人，我们对他是一无所知，你见到他也只能是随机应变。进来，队长。什么事？都听说了？听说你和大志要走。我说你们几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朋友了？啊？大家是担心你。
担心什么？担心。有责任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呀，也用不着这样吧。林参谋长这么做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就是头，你小心还真给穿上了，他们真要把你给调走。你的愿望会实现的。是，穿上。老五，到。这次我是去执行一下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不能说。你身为副队长，照顾好大家，带着他们严格训练，千万别给我丢人啊！尤其是你川二甲。是，放心吧。队长。哟，你都在。都收拾好了。收拾好了。来。干什么？舍不得走啊？前面不远就是汪海镇了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哎，大爷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哎呀，再见。哎，好。哎，老板，来碗面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好。面来了！哎，这账！哎，停车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爷爷！爷爷！爷爷！哎，是不是爷爷？不，我是爷爷，我是爷爷。爷爷！爷爷！爷爷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爷爷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孙女还年轻，你们高抬贵手啊！喜欢别人的。队长，行啊，这小熊要是伺候的不错的话，喜不喜欢？你还用拉什么破车呀？全不，带走，招财贵手，这是我孙女啊，这还小。爷爷，带走，小心点，玩去。师傅大吉呀，老子先尝尝鲜啊。慢，大爷，没事吧？有我在，你们不用怕。爷爷。干什么呢你？我虽是一个教书先生，但今天这事儿我管定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为什么我们国家乌烟瘴气、民不聊生，就是因为有太多像你们这样。给我闭嘴！走！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摆着你娘！老子要你交！六块钱账！让人给我拿走！老子要！去了。狗东西，面前算我的。谢谢谢谢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刚听你说你是个教书先生啊？啊，对啊，教书先生就好好教书，别学人出头，挺危险的。想装的被识破了，那我也走了。哎，二位，二位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二位怎么称呼啊？那个我叫林峰啊。哎，你们也是去望海镇是吗？那咱们同路啊。我们还有事儿，得跟着了。这位兄台，你这变化也太突然了。你说刚才那会儿啊，你出手相救，你说这会儿又突然对我这样，你这……跟你说了，别再跟着了，信不信我打你？干嘛要打我？排好队啊，排好队啊！来，看仔细点。坐下。哎，这么多人，哎，你怎么又跟上来了？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别跟着我们呀！到
望海镇就是一条。马上快点！来，明儿这儿。刘队长，又走货呀？哎，对，哟，今天怎么亲自上阵呢？哎，看底下的人查一下不就得了？你看，没办法呀，咱们盯着呢。哎，你看，太君都出动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。听说有什么可疑人物，要去望海镇。 可以上机啊，下达命令，要加大盘查力度。哎，老鬼头，你们这商队里没有什么可疑人物吧？哎呦，孙队长，那瞧你说的，这哪能呢？我们小青山的商队啊，这些年在您这儿进进出出的，什么时候给您孙队长添过麻烦呀？也是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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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老鬼头，商队里啊，人多，东西多啊。 哎，来，商队先过啊，商队先过来。谢谢孙队长。等等，各位，大哥，检查的不仔细，走开。太君，太君真的没有什么东西，都是些粮食，还有药材。太君，大哥，快点！ 手中的刀枪，走上杀敌大战场。震天吼声。